哇，被你炸垮，炸翻舞台，被你炸垮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阔思音乐的陈央，我在制作森林里是一只渡鸦，它是神的传信人，希望我可以像渡鸦一样，透过音乐这个信仰，把它传给更多喜欢摇滚音乐的朋友。我来森林之王是为了证明女生也可以摇滚。老师好，冰神老师们，大家好。你最不想遇到谁？王念伟。希望可以不要这么晒，就是前往要遇到他。你有觉得对到他会觉得衰衰的？有，会吗？有，真的太强了。既然今天要唱摇滚，就是不管谁都要来炸一下，碾压他。哦，哇，被你炸垮，炸翻舞台，被你炸垮。这应该是史上第一个在音乐节目上说我要把舞台炸掉，然后真的炸掉，就真的炸掉。